今天我是主动下厨的。这个辣椒有点辣。是啊。搞点普通的。我们家就是每一餐都要有辣，每餐必须要有辣椒才吃得下饭。主根，今天找几个菜？两分肉，三菜一汤。人家说会煮饭的男人最帅，是不是？那你看我帅吗？戴着围巾这样还是蛮帅的。真的、啊？真的。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。看你煮了，反正你煮了，我们煮熟了我们就吃。嗯，这东西是好。是跟着它的口味来煮的。没有，这是我在网上学的。网上学的。嗯。那个放点豆豉，可能我这个放的有点多了。多了就多吃点呐、啊。嗯。我看人家网上做，做这个青椒放点豆豉，看起来吃的很香的，知道吧？嗯。你出锅啦！哦，好香啊！香是吧？嗯。看看多吃一点啊。有点辣。啊？有点辣。那有没有要辣才好吃嘛？对不对？嗯。不辣又不好吃嘛。看着蛮会煮了，现在越来越会煮菜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以后你让爸爸煮菜的，嗯，学煮菜啊，你看像学我们云南那边啊，男人做菜啊，跟云南是吧？啊，这个四季豆炒挺好吃的，现在。嗯，牛最喜欢。哦，爸爸看，你看，爸爸了，我爸爸炒菜给牛牛吃哎。爸爸炒牛最爱吃的豆豆。哎。给弟弟握个手。你看，九根找的衣服给牛穿。你有那么冷呢、啊？到时候冬天怎么得了哦？弟弟还会出汗。弟弟看，弟弟都没穿那么厚。你爸爸就怕你冷。去哪里嘛？去哪里？那这个叶子，这个叶子啊，这个叶子。哟，你冬天要穿什么衣服？不知道哎，你看爸爸呀。哦，你看这毛线衣嘞，加绒了是不是？对、啊，加绒。你爸爸是真心疼你哦。哦，来摘一个，摘一个，摘一个，真的。哎呀哎呀！他问我有没有牛的厚衣服啊？我说现在穿厚衣服、啊，他说这么冷。有多冷哦？哎呀，我想干嘛了你？嗯，现在这两个家伙有时候就打架耶，有时候好的，两个人抢爷爷，不肯呢，两个人抢爷爷，特别是抢爷爷厉害。来，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你打得赢哥哥吗？让哥哥打你哦，我跟你说。耶，今天是九根的做饭的。对呀、啊，九根炒了啥子菜哟、哦？炒了啥子菜？不知道炒了几个菜，不知道说几个菜，不知道炒什么菜。所以我现在学做饭了。现在去我们云南那边，我们云南那边都是男的做菜比较多。还在那边呢？嗯，我们这边感觉女的做饭多一点。对呀、啊，我们那边就是男的，女的还是很少。可以啊，把九根培养出来，以后我们家就九根做饭，让九根长出。以后天天让九根炒菜，啊、我就来煮饭，九根就炒菜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。是不是由爸爸做菜是吧？
是你爸爸看你爸爸做的什么好吃的，今天晚上你要吃三碗饭不？可不可以吃一碗？吃几碗？吃几碗？鸭儿牛儿两个人一人吃一碗行不行？尝你尝一下幺幺的手艺怎么样？哎呦，有点干架了，呦，你看嘛。啊，我们去看爸爸炒什么菜，走，走，我们看幺幺炒的啥子。啊，那么在这里。